核磁现在打小英雄的话，压力应该不算很大，估计是一两个币之内能搞定。对对对。好，我们现在看到的左边是核磁，但是我感觉小英雄面对核磁好像一点都不慌啊。有一个倒地机会打核磁，我靠，核磁的反应已经慢了，放了一个必杀，还会捉吗？不会，要反杀了，核磁要过去进攻了，有危险，我感觉这一把核磁还好，逼着小英雄的这一颗气先用了，神了还有翻盘机会，不怕。Round two.前和一个打倒地，还需要一个倒地的机会才能。哎，我靠，这大葵花搏的好猛！小英雄是，哇，这一下，小英雄是想用那个升龙，但是失误了。我觉得他是失误了，出了一个下重拳出来给打。好的哈，兄弟们，现在是由我跟这个阿明一起给大家解说哈。何时也是一上来，刚才那招很漂亮啊。好，阿明继续。好嘞。现在何时，哇靠，双方都打到大家没气了。何时很不利，现在这个局面他又没有气，我感觉这一把要输了。对啊，又没气，又剩下最后一个闸机门啊，传说中的闸机门，能不能搏出一个机会出来啊？大门必须要搏出一个机会出来，而且今天不要进板边啊。我感觉这一把凶多吉少了哦，走远了，很凶，我感觉这个小英雄一点都不慌，真的一点都不慌，面对核磁这个强大的4S。对对 对, 对，确实不慌啊，不慌，打出了自己该有的东西啊。一上来和老二居然是直接丢了一分啊，总币数的话现在也是落后了4分啊，还有的嘴，不怕，核磁只要好，双方都是八赫门，加油吧啊！对，现在可能得习惯一下抢一皇帝，现在要习惯一下对手的打法了呀啊！好，葵花。下一试探一下，这波 不动是好的哈，动的话很容易出招，双方还没有找到一个很好，哎，有了，何时有一个打倒地的机会，对了，好，必杀吗？不出，因为出了也不死，这对面帮的八神，哇，漂亮啊，很敢赌招，小英雄。好，跳起葵花，哎，失误，失误还好哈，还好，继续跟得上了哈，跟上了哈，加油啊！五大优势，何池这一把。好，开局怎么说啊？开局和老二就是往前冲的啊，也不直跳，也不后撤啊。我感觉他们两个都是一个打法，都误伤刚。对，好，跳 CD 蹬倒在地，升龙没中啊。可以可以可以，这一波升龙反正也是为了攒气吧，但是这个气还好啊，攒起来了，死就死了，万一赌中了还可以压起身。这局面又给小英雄给扳回去了，我感觉怎么感觉何池好像还没进入状态。对的，哎，有了，好招，不容易啊。可以，我看过小英雄的大门，他的大门手法还是很好的，看看这把的表现吧。守株待兔的大门现在很有耐性，任你狂风骤雨的压制啊！哎，这一步不要赌哦，稳住，踹一脚，得拉开一下距离。好，距离控制住了，拉好距离 ，AB 也没用啊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应该是一两个 B 就可以把小英雄拿下了。现在小英雄还剩两个 B 啊，而且的话总币数是7，但是这一轮还剩3个 B。发挥正常的话，按道理拿下小英雄应该不是问题啊，但是一切皆有可能啊，看发挥了。
老二这个是在选人的慢了一点，还在稳一下那个心情，平复一下心情吧，这是。应该是再想一下该怎么打啊？对，再想一下对策哈。对对对。喂，落地闪消锋啊，直接被抢了。哎，怎么说？哎，五连不敢。这失误了，失误了啊！我是不敢啊。来，狂风暴雨的压制，敢不敢冲？哎，冲动冲动，重拳要接必杀了。啊，这个波先磨一下血啊。局面很不利，有了，接这下要必杀吗？好，那就加油吧。好，晕了，哎呀，啊，好晕了，好，可以可以，哈哈。别小看这一滴血，一滴血就有可能干死对方的神乐了。哎，刚才跳息之后没有直接拉消锋，而是防了一个站，再抢一个重拳。嗯，哎呀，没看懂他这一招。好，CD打一个原点葵花之后闪身，哎，跳波有了，哎呀呀呀！好，不可防波，无敌波吗？来，哎，没有，不打无敌波，选择压制。哎、对，选择压制。那、哎、这是刚打再跌，再继续压。哎呀，逃开了，可惜了，没猜到。再闪身，那晕值应该是消失了哈。好，再刚刀。抓一个，好，就说嘛，这个八神你不能看它是一滴血，对对对、啊、越残血的八神越可怕，有时候啊。八神这个角色全面性太强了、啊，这把是一个穿山局面，看看能不能打出来吧，下来试探一下。好，踩头，这跳波，这个跳波确实有东西、啊，厉害厉害厉害。哎，他怎么这样子打？有点紧张，还是想储气啊？有车了。对对对，哎呀，这波抓住机会之后，还是不加必杀，要打晕吗？有没有？好，后一这大门亏大了，本来是满血可以打死八神。对对 对, 对，他没有预判好那个血量，以为捡一个破烂攒一点气，应该是死了啊。嗯。有时候一紧张确实会有一些误判的啊。很薄嘛，一出来就一个前前 AB。但是没找到机会过去啊！有了，有没有？闪身，好，这一个嘛，敢不敢？不敢，不敢，不敢动，逆向防住了啊！虚晃一下，再刚，哎呦，有机会被翻盘，有什么感觉？有机会的哈，只有一颗气。对了，看谁的杂技耍得好了。大门打大门的话不讲血量，只讲机会，他们谁有机会谁打倒地就谁有胜算。有没有蓝之三何止想蓝，虚晃。好，好，这个对空有点东西，摸一下风起跳继续，漂亮、啊、嗯，可以，这一波还行，稳得住、嗯、反超的一个比分啊，二比一小比分，然后整体的话哈也是27-29，目前差距不大，好，二上篮能差距不大，防篮啊，容易就追回来了，对对对啊。Round one， 好，我们看他们怎么开局啊，试探一下，双方都在试探找机会，哎，对对对，现在血量上面何止是比对方要少的，还是选择防守，我靠，小英雄有一个机会了。不能再吃一个套路，再吃一个套路就晕了。哎，这把干推，哎呀，有戏了，没办法打五连，没办法打五连。对，差一下，一下啊、差一下中东西。哇，这也有吗？串招、啊。这样子的话打不开局面啊，这。跳抓吗？漂亮，这一下。何时的偷下盘是非常厉害，他会抓你习惯什么时候原地跳，然后冲过来偷下盘，跟我其实想法也差不多。嗯。现在这种局面，何时还没有气，先储到一个气吧，想办法。哎，可以。哎呦！秀空消，继续在压板边啊。千鹤很难受。这个戏用掉了，现在好骗一下对手，这一下呢没气了，哎，这双方都很薄，嗯，都在赌招很多，刚刚大概率和池已经一个币拿下小英雄了，这把因为小英雄是没有气在手的，对对对，
又是一个葵花快开，抢空，跳膝带抓来，哇、哦，有漂亮不可防一波来了，然后直接又打晕，啊，机会，漂亮，直接一跳打死了，啊，这个前冲走一个近吸哈、啊，才可以赢，就形成这个不可防一波啊，厉害哈、啊，这一波也算是一个比较秀的一个操作了哈、啊，对。